因此世界各国纷纷将人才培育为重要政策，以因应国际环境及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变。
The 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11.08 是一套程序设计工具，让程序设计师创造具有语音识别功能和语音变成文字功能的软件产品。使用语音合成软件需要下载并安装以下成分。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是为软件提供 API 的平台服务器部分。X86 Speech Platform Runtime/Speech Platform Runtime NSI文档。Microsoft Speech Platform Runtime Languages 是服务器部分的一套语言。目前能提供26个语言的声音，包括中文呼一呼一、Hungry 和 Teddy， 名称包含 USB_TTS_ 的文档。新东米辖内小太阳幼儿园、新泰国小、新东国中、新国高中是唯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系列教育学程完备的旅行镇区，尤其每一所学校都很优质，为家长心目中理想的学校。14日，新泰国小二年级学生特地到新东米活动中心户外教学，与长林素香社区发展协会志工热情欢迎，亲自为小朋友解说旅行。